操，这不是这还能玩吗，大哥？直接宝宝圈炸飞，人全没拦。我感觉是不是得飞个蓝？我靠，这么快来了，我操！哎我靠，工地厅一速力劈华山，我靠！哎，一滴血，虽然打不过你，但耐久度，小俩轮啊，俩轮，机轮，加减加错，仨轮，四轮，五轮，这都是法连啊啊！六轮，恶心啊！七轮，八轮，等会儿给你来个八凶法阵。啊！剑荡四方，我靠！剑荡四方，九轮，十轮，给藏宝阁上所有技能都打上了吧？十二，和谐号，动车，太他妈快了！哎呀，我操！善恶，我还有。十几轮啊，他们今年没用八星法阵啊，十四轮超级火车头啊，梦幻西游第一和谐号，十六楼加法轮最高32下，王哥飞完继续给他吃地听，我没飞直接出的，你还就这么直接出了吗，牛逼啊你的，那必须有这种预判，嗯 OK，王哥错了，就凭着叫你在打金会里也不来。嘿。我靠，人家虚弥都秒四的。秒四，嗯，血天怎么办？他们的宝宝不会用磁行吧？他就知道让刷新，正常。来玩玩，出手了。对，你那个密码奇怪，我没事没事，你不是全部都得设下一个转轮子浪费的操作啊？没事，没问题。那我可以自己拉起来。怪我了，要不然清场。没事，小问题。根据我的经验啊，越安全的时候就越危险。对面又要出花招了，龙宫有东西，给龙宫用个清心咒，啥意思啊？给龙宫秒死他，他血拼吗？他用个清心咒就很可疑，龙吟能炸死啊！操，就看我他妈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他刚才用那个刀，不是王哥，你还有蓝吗？王哥有蓝吗？没蓝，没蓝，没蓝的，我没蓝。好，够落花了。龙哥，我给你吃一个，我给你吃一个，踩塔都行，别这样。你们指挥，我打字嘲讽，牵制他们。我真咬也不影响下一把那个呀，把那个。哎，他说他大招，我直接像他呀。不像，哎，他看到宝宝出来没？跑出来了。哦，要不努力不咬。操，这不是这还能玩吗，大哥？直接宝宝圈炸飞，人全没蓝。慈豪，然后龙吟出沙暴板抗性，大唐必爆。他一件蓝色装备，物理暴击几率15%。我有蓝，都没蓝，我有蓝，给他一个。咱们等会开号的别走，他们给咱们打爆扔了宝箱，他应该知道我是在直播吧？我打开的装备不会是愤怒破血，物理暴击几率15%吧？我跟你这么帅，互相伤害，希望你能多秒一点，希望你能加战敌。这个帅啊！拜拜！幻境六六六六六，幻境深似菩提。哎，他直接给自己炸死了，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要不然清场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
来，文哥，请他吃个顿饭。来，彤彤再给他吃第一批，我不相信他能做剧组，好吧？来，轮总也给他吃第一批，算了，我是学宠，来帮你们，就前面扛秒，扛秒，点他秒吧，轮总点他秒吧，我怕他那个。OK， 快，轮总可以秒 ，OK。对，我觉得这时候秒就赢，出地厅他都有办法套路。OK， 给你秒到了，这第一。轮子秒的细节，轮子套路。今天广告进来的轮总怪，摄像头没断，这都得他来开号，才能赚，你的钱。OK， 我得守他尸体，不让他拉起来龙吟。对不起。生气了，你连六神来了。我快回来了。不是你一回合回24吗？你套下来就50蓝吧。哎，你们说 GM 那个地厅的操作界面是不是那个技能格子得下滑呀？那不至于，一样，就他不几乎两个技能吧，也就他16个轮儿。完了，你没飞，轮个地厅秒得到吗？秒七个，或者一个还是七个？哦，你这歪了。没事，我宝宝手势。哎，不会卯全屏吧？我去，下，记住打死 GM 的开局一把刀。好像没有赢过，没有人能赢过，没有人、啊。哎，打赢 GM 直接发配流沙河河底，杀到 GM 老家了。咱们直接杀进 GM 老家了，就流沙河底，快点 NPC 免费获得19段装备，赶紧下车抢。看见啥能带走啥，你看这欢欢肯定是个没有，我刚刚想看这边能不能调整宝宝，没有。我靠，哎，他给我装备变身套直接变成修罗傀儡腰套了，我五件变身全变成修罗傀儡腰了，我靠，我他妈武器改了，改出8级了，这武器双加61给我改成了双加46了。